林先生吼，先讲啦吼，臭屁不是阮的性格啦，但是我要甲大家讲，大话新闻讨论农事啊，几乎达纲的收视率啊，总收视人口拢百几万，好，在有线电视的收视率啊，拢跟他输大概三个连续剧呢，好，这样讲是要讲什么？这样讲就是说差不多的好，因太多人关心嘛，无道理嘛。哦，如果今天要解决农事问题，你可以从苏家犬的问题开始解决所有台湾的问题，你不要只针对一个人打嘛，被敢倒戏吗？好。